由北京市文化局主办，国家大剧院承办的第11届北京国际戏剧舞蹈演出季将于10月7日在国家大剧院隆重开幕。自此的2个月期间，观众们将集中欣赏到众多中外舞台艺术的精品佳作。从10月7日至12月7日，本次戏剧舞蹈演出季以高水准高品质的策划组织，为广大观众呈现26台、100余场、近10个艺术门类的精彩演出。61天的时间里，来自中国、英国、西班牙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入选作品，将在包括国家大剧院、首都剧场、长安大戏院、海淀剧场等在内的北京多个剧场相继亮相。此次演出季不仅有多国部队的精品剧目入选，而且涉及戏剧、舞蹈、音乐剧、歌剧、京剧、昆曲、黄梅戏等各个门类的精选剧目。戏剧方面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、英国1927剧团、波兰波兹南新剧院等知名团体带来了《小井胡同》《十二怒汉》《收信快乐》《木兰》《刺客》等一系列备受戏剧爱好者推崇的经典剧目和先锋力作。此外，北京京剧院的京剧《宋家姐妹》，吴琼主演的黄梅戏《严凤英》，北方昆曲剧院的《红楼梦》，以及融合苏州评话和北京单弦的《北曲南音》等，也将会亮相北京各大剧场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现场一睹为快。近日，山东省聊城市豫剧院新编历史轻喜剧《大明贤后》在梅兰芳大剧院精彩上演。此次演出是为庆祝中国戏剧梅花奖创办30周年而特邀进京演出的。到北京演出一定要代表聊城，代表我们的甚至代表山东，山东就我们这一台戏嘛，一定要演出好的水平的。大明贤后自推出后，在剧目、演员、编剧等各个方面荣获多项专业大奖。主演张兰正是凭借这一佳作，于2009年获得2度梅花奖的殊荣。张兰90年代即被评选为豫剧10大名旦之一。坚持每年下乡演出，贴近群众。不管获得什么奖励，都要还得要扎扎实实的到农村去演出，为老百姓去演戏。作为新编历史轻喜剧，《大明贤后》充分展示了豫剧诙谐欢快的特色。该剧情节简单，主要叙述了马皇后虽然夫荣妻贵成了开国皇后，但仍然保持纯良的秉性，用最朴实的方式母仪天下。忠诚一代贤后，该戏剧形象活灵活现，将异国帝后平民化，既符合历史人物的真实出身，又满足了观众雅俗共赏的心理需求。盛夏的湖北骄阳似火，持续的高温天气使街道变得格外冷清。然而在湖北的汉川却有一个地方格外热闹，每天下午这里都会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戏的观众。从5月份入夏开始，汉川当地的福星楚剧团每天都会在这里为老百姓免费演出。这样的演出一直持续到9月份，每天一场，从不间断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团？他们靠什么吸引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？在戏曲市场不景气的当下，他们又是如何为老百姓服务演出的呢？
福星楚剧团是由当地企业投资创立的一支民营剧团。剧团从2000年创立至今，已经走过了13个春秋。作为地方的一支民营剧团，福星楚剧团一年平均演出高达300多场，从农村到城市，进剧场走社区，服务群众，服务基层，成了剧团一贯秉持的宗旨。楚剧是湖北的地方剧种，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。每逢农闲时期，或者是为了庆祝丰收，或者举行庙会时，往往就会请来剧团演出。福星楚剧团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，每年正月初五送戏下乡，为基层农民服务，不间断地演出到4月中旬。除了对外地农村市场采取最低标准的收费演出之外，本地农村的150场演出全部实行免费。我们这个剧团的演出呢，基本上啊，就是在这些楚剧发源地，就是热爱楚剧的这些地方，就是这些地市。春节期间，就是活跃农村的文化生活，那是露天的，基本上是每天就是2场，有时候也是3场，每个月下来的就有就像50多场了。我们不光是在农村里面演出，在城市里面呢，我们也是的，就到小区，那些老人不方便出门呐，到剧场里面去看戏啊，像我们呢就开着5台车就到小区里面去为他们演出。农闲时进入农村市场，农忙时走进城市，这就是福星楚剧团的市场战略。它不同于有些民营剧团，农闲演出，农忙解散。5月至9月是福星楚剧团的盛夏演出季，位于市中心的福星会场，每天冷气开放，免费邀请10里8乡的老百姓过来纳凉看戏。有的观众甚至吃过早饭就赶到剧场，一边聊天一边等着下午的演出。原来这个剧场舞台没往前伸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地方啊装3000-4000人的时候也是满场。其实我们办团的宗旨就是服务群众，服务基层，就是为老百姓做，老百姓爱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。你甚至观众来看戏的时候，他的车怎么样停，我们剧团有演员跟他引导，把车子停在哪，还我们，并且我们剧团的我们团长，这个我们剧团的演员也下个到下面去问观众，你们喜欢看什么样的戏，综合观他们想看我们的，他们爱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让观众满意。对于福星楚剧团这样的民间剧团来说，市场就是观众，能吸引观众就意味着有了市场。如何能吸引观众，仅仅只靠免费看戏显然是不够的。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喜好，福星楚剧团在演出剧目的挖掘上下了不少的功夫。观众对连台本戏他比较爱看，相当于看电视连续剧一样的，情节不勾引了他就一直喜欢接着看，每天看。不过这也不一定，这是咱们福星是这样，有些地方呢，因为咱们汉圈有些地方就不看连台本戏，他要看1天1本的戏。那么咱们武汉市呢，武汉市的老观他不连台本戏也不看呢，单本戏也不看，他们来看折子戏。哎，他不一样，每个地方的观众他不一样，他爱好不一样，咱们就只能跟观众的要求，他喜欢看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，尽我们最大努力。经他们自己整理改编后，能上演的剧目多达180个，其中仅连台本戏就有26部，129本。如此之高的剧目数量，使得福星楚剧团能在3个月90场的演出季中每天一出大戏，
每天一出新戏。所以先开始能演的剧工只有30出戏，也不可能到每一个地方跟哪个剧团要这个剧本了，没有办法咱们自编呢，挖掘啊。耽美戏有一些是传统的，传统我们照搬的，那么有些年代本戏呢，又为了适合这个观众的口味，咱们自编。你不是马上即将上演的时候，杨家将，杨家将我15本，我就是根据那个评书改编，挖掘了京剧的很多折子戏在里面，综合那个评书里面的故事编在一起，编了15本。那我们艺术水平不是很高，我们在台上就是下神，那么我们话说卖力认真的演，观众他就比较接受我们。一年300多场的演出任务，对于福星楚剧团的演员们来说并不轻松，他们上午练功排练，下午演出，日复一日，牺牲了许多与家人共聚天伦的时间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剧团的演出当中。觉得这个团的演员都非常能够吃苦，在他们的那个责任心非常强，这个整个团的演职员工呢，就是我感觉就是一颗菜的精神，他们就是非常团结，不管干什么事。你比方说吧，这个戏曲呢，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，出在哪个部门就不行。那就像这样，拄着吊针，这手把吊针拄着，因为他一个人不参加，人家不能演出啊。这个手在下面挂着针，上面手把瓶子拄着，就像这样在台上进行排练。无论是国有剧团还是民间剧团，出戏出人都是剧团的立团之本。福星楚剧团在引进人才、培养人才等方面也是下了很大的力气。我2009年在湖北省艺术学院毕业，我来这4年了，实践的机会比较多，可以经常站在舞台上唱戏，又从外面请一些老师来给我们排练，人觉得非常充实，可以学到东西。在这里4年，我也学到了蛮多，每演一场都会对我们是一个锻炼。这几个月几乎全部在演，有一点辛苦，但是觉得蛮高兴，因为这样可以学以致用，然后让更多的观众来喜欢我们的楚剧。2009年过来的学生，按照一年下来，他们基本上每一个月不低于4000，年终还有年终奖啊。我们不像那有些剧团的人字排辈呀、啊，这个戏不能把你演了，我们不是那样的。你只要你敢，你愿意，就能给机会你。经过13年的摸爬滚打，如今的福星楚剧团在湖北当地已经小有名气。除了固定的义务演出之外，还会受到省内周边地区的邀请，到各地进行包场演出。由他们创作演出的剧目也曾多次在各个比赛中硕果累累。这样一支民间的剧团能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浪潮中激流勇进，生机勃勃，实在难能可贵。